今天我们现在去摘四季豆，就是我自己种的那一块地里面，已经结了好多次了，还是结不完，吃都吃不完，很烦恼啊。这个雪花桃已经黄了，熟了，结不到。这个地里面全是桃啊。我没往上摘的多大好，什么？我要活桃了。看这个四季豆还有红色的，红的。还要过场了哈。今天鱼几号？打一包吗？没有，才两次多的。还有不多，看能挂千个多。一直没看到前两次。这个老伙伴长大天童，那水来得快。就是那天我跟郑姑娘去钓的时候，那水都长得快呀。就是。你看不到是真的是吗？他种了七桶。我说长快很多，我说我个不钓的。你放假去跟什么把抱着台把晒一下晒好了，日常把背去卖一打。我弄个几个人。丑八怪呀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？还在开花，还在开花呀！这么高，这个四季豆长得好高啊！就爬到那个桂花树上去了。桂花树。好大的李子，看一下吃不吃得了。摘几个回去慢慢吃啊！哎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个李子已经可以吃了。你也可以吃啊。不是十一个吗？这树的每一年都要吃的早些。我也吃不得没？酸长不到没？我也甜，除了它个趴的才甜。好难过，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。结果。你一个人在这干嘛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现在四季豆已经结完了。